网络热议黄河浮尸议题，大陆官方今天说，黄河兰州段每年浮尸100具左右，这个河段水质正常，符合标准。在上海黄浦江出现漂流死猪事件后，黄河漂浮死尸议题再受到网友热议。中国大陆官媒过去两周不断批评苹果公司售后服务政策，不过大陆网友不仅替被点名的苹果公司遭受不公平对待抱不平，还反击爆发毒奶事件时官媒在哪里。陆媒引述日本媒体报道，大陆三艘海监船及一艘渔政船今天上午编队进入钓鱼台临近海域，三艘海监船还摆出一字纵队队形巡航。中共中央遏止官员铺张浪费的规定似乎遇到挑战，香港媒体报道，有地方官员透露，官商宴请行为只不过转入地下，而且排场更奢侈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